影后舒淇、惠英红、韩国女星郑秀妍等4月27日晚盛装现身香港中环出席珠宝品牌晚宴。早前4月16日舒淇刚刚度过了42岁生日，不知道老公冯德伦有什么惊喜的礼物给最爱的老婆呢？还蛮惊喜的，因为我生日的时候刚好在做评委嘛，然后所以就也没有跟他怎么联络啊什么的，然后回到香港就收到一个礼物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一个宝格丽的手表，然后那时候是我刚好去巴塞看到的一个很喜欢的一个满天星，就是天上都是星星的一个手表，那就对有被惊吓到。另外，舒淇的旧爱天王黎明最近正式的升级成为爸爸，不知道舒淇有什么表示呢？对对对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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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！对，这是人生的过程嘛，对啊。那眼看朋友们全部都成为了人夫人母，舒淇，你和冯德伦是不是也要加把劲了呀？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对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